Sorry 給大家好，其實不是太好，因為心情不好，昨晚在香港飛回來，跟著漏夜執行李，執回一些東西，準備一些東西去還，什麼叫還呢？咁人哋送咗嘢俾你，咪要還咯。咁因為今次翻嚟咧，出席咗 U Magazine 嘅一個頒獎典禮啦。咁就除咗俾咗個星級旅遊達人嘅獎俾我，2024嘅呢個獎之外咧，咁跟住就亦都送咗一個品牌嘅旅行夾俾我啦。咁呢啲江湖規矩，你都要多謝翻人哋嘅。咁準備曬所有嘅嘢，咁今朝一出咗 post 之後咧。竟然收到朋友呢个信息，话原来 U Magazine 宣布呢个星期五解散，究竟系真唔系呢？希望唔系啦。即系话啱啱翻嚟出席嘅呢个活动，就系佢哋最后嘅活动，同埋我呢个奖就系最后一次佢哋颁俾我嘅奖，即系有点而可惜。其实 U Magazine 咧多年以嚟咧。咁都同我合作無間嘅。咁以前做實體書嘅時候咧，都揾我幫手啦，亦都提供嗰啲相啊資料俾佢哋啊，咁樣間唔中咧都出個封面。咁當然出封面出最多就係呢個新假期啦。咁而好俾面地啦。咁佢哋亦都經常有獎俾我。咁而呢兩個咧就係當年第一次俾我嘅獎啊，一路保留到而家。其實除了眼前的呢一扎獎項咧，我個櫃上邊咧仲有好多個好多個佢哋頒俾我嘅獎，呢啲真係要好好地珍藏。咁呢一兩個獎係幾時我都唔係好記得噶啦。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就係2019嘅，2019年之後咧遇上呢、這、一個COVID-19 啦，咁所以就停咗啦。咁住完之後隔咗幾年咧。今次咧應該係 Covid 之後第一次搞翻呢個頒獎典禮，咁就喺對面海 Parling 酒店咧就搞咗呢一壇。咁除咗我之外咧，亦都有鄧達志啦、杜如風啦、Christy 啦，仲有黃賢志啦，咁亦都有林慧美啊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達人上台攞獎，現場大家係好開心嘅。其實U Magazine 嘅實體雜誌咧已經停產咗一段日子嘅，咁而家基本上係做緊一啲網上 online 嘅嘢咧，但估唔到即係生意艱難，生意難做，連呢一 part 都要關埋咁樣，啊，真係生意難做啊！冇諗過疫情之後咧，其實有一啲嘅事情咧更加難生存，難生活。有人覺得疫情之後，喂！完咗啦，大家出嚟旅遊啦，需要多啲嘅資訊啊，或者需要多啲嘅嘢啊，哇！一切咧就更加好啊！啊，點知有部分嘅嘢唔係想象中咁好，不但止唔好，而且仲越嚟越差添。仲諗起上禮拜去攞獎嘅情況，猶如發生一場夢咁，真係冇諗過，真係冇諗過，冇諗過原來情況會係咁樣。上次的頒獎典禮，咁我喺現場都影咗啲 video， 不如就讓我哋懷念 U Magazine。多謝你咁多年俾咁多獎。
挂喺个箧度，可以更加轻松咁样辨认到自己嘅行李啦。而之所以我哋今次嘅颁奖礼可以顺利嘅举行啦，喺度都希望借助大家热烈嘅掌声，我哋多谢 The Partnering Hong Kong 借出一个咁靓嘅场地，让我哋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嚟进行颁奖典礼噶。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，都有请大家一齐以最热烈嘅掌声，我哋请出 U Magazine CEO 社长兼总编辑 Miss Amy Chan 而嚟到台前嘅位置，为我哋支持，掌声欢呼声，有请 Amy。大家好啊！我最中意嘅作家咧，村上春树讲到咧，旅行者总是大多是相当累人的。不过有些知识是疲累之后才能亲自学到，有些喜悦是颠簸历尽之后才能获得。这是我继续旅。好，我哋一齐放翻正前方。好 ，Jessica， 麻烦都可以嚟一嚟依边旁边嘅位置啊，我哋前面少少好错啦。你知唔知道嚟咧？呢一位啊，真系一年只有几个月喺香港嘅啫，因为佢系经常周游列国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。有请时装设计师邓达志。并且将温泉都变为专业的温泉观光师龙慧美 May。 OK， 咁你到你放埋呢啲 OK， 好啦，呢边麻烦晒 Amy。 好，继续 Amy 请留步，我哋呢边可能要过去旅游大奖嗰边，我哋影嗰边系会比较多少少啦。接住我嚟下一位咧，我哋咦，我寻晚先睇完啫，我最喜爱旅游达人奖项嘅就有泰式玩泰友代表性嘅泰国通啊，胡伟聪。仲有 Fish Ball 已经在香港落地生根，早前日本的国际巨星和川素恒索哥沙，我都知道你有带个 Fish Ball 来到了。 OK， 望望正前方， Thank you， 麻烦你到这边位置。紧接下来我们都有热爱旅行的 Vacation Tour 监制及主理人，仲是生意人以及是东华主席啊，曾经做过啊，王燕姿 Vinci。 好， Thank you， Vinci 呢都麻烦你一嚟呢边嘅位置啦。跟住落嚟有 MC 界我嘅女神偶像啊，思怡范范正，又鍾意同屋企人一起去旅行嘅方健儿。
同頭先電單車個佬一樣咁型啊！多謝大家被逼聽我嘅主題曲啊！哈哈，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唔係被逼嘅，呢個係上腦歌嚟㗎，自己會喺個腦入面係咁 loop 嘅。咁今日除咗見到咁型嘅聰哥咧，我知聰哥仲有個驚喜帶嚟咗。係啊，我首先講少少嘢先。嗯，好啊。頭先有朋友講話，呢套衫幾年前咧，攀俊啲都係著過見過。嘿，有冇咁出奇啊？啲嘉賓都見過曬啦，係嘛？最緊要冇穿冇爛啫，係嘛？個個冇穿冇爛，個個開心咁咪得啦嚇。咁係主辦單位仍然係好好喎，亦都做到好多嘢，咁呢樣係值得驚喜嘅。咁最緊要就係嗰個嘅 Covid 三年之後，竟然大家仲可以同台演出喎，哇！值得俾掌聲啦，係嘛？同台演出，仲要同台領獎。多謝大家。今日我帶了一件冬蔭過嚟嘅，唔係冬蔭妹我的冬蔭表姐啊。Okay. 有請阿 Yan。有請。多謝你。我唔係陳偉啊，唔係阿偉哥啊。哇，好白喎，但係好犀利喎，白雪雪。咁我哋俾支麥佢先，又一起傾下偈啦。今日帶嚟咗咧有冬蔭表姐阿 Yan 啊，係咪即係預告下會有啲新節目啊、新搞作啊？當然係呢個《沖涼太陽》第十輯啦。我依個咧就喺十月份呢個TVB Plus 都睇㗎啦嚇，咁裏邊嘅我哋照樣我哋冬蔭家族、冬蔭妹啦、冬蔭哥哥啦、冬蔭表妹啊、冬蔭表姐啊，不可能冬蔭爸爸媽媽出埋嚟都唔出奇㗎。係，啲親戚全部一齊，係去旅行就係要咁樣成村人咁樣去。係啦，咁今次又揾咗啲乜嘢嘅新靈感咧？有啲咩嘅特色可唔可以有透露少少咧？靈感嚟自佢噃，你講下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咧，我自己覺得啦，泰國咧個每一年嘅變化咧都係真係好大嘅，即係一年比一年更加多地方啊，新嘅地方可以去旅行啊、打卡啊咁樣啦。咁所以即係有時咧要幫你諗 idea 咧，都有少少難嘅，會有啲跟唔切個潮流咁樣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個冬蔭家族咁大。如果我想不及的話就可以問下我們冬蔭哥哥啊、冬蔭妹啊這樣啦，整個 family 一起 team work。 是啊，還有一件事，你爸爸是導遊來的嘛，你可以給很多的資料啊、很多的資訊我們啊，於是乎呢，節目內容更加之充實、更加之豐富了。本身都已經很充實、很豐富，來到第十集我們真的敬請期待。現在靠著看你之前那些重播頂住先的。是啊，現在每次重播緊喎，大家知不知道？是啊，我剛剛重看完了，半夜的，不過有些硬，是吧？但是照看照撐你。好啊，另外還有一句，趁大家在這裡，我想在這裡求婚啊。是啊？啊，你要答應承喎，不過係 F U N fun 咁解。OK， 因為咧，睇得你好虛啊，覺得你好虛，好拘謹啊，食嘢咧又唔得放啊，可唔可以日後咧分啲分離一啲咁咧，放一啲咧，好唔好？咁我求婚成功嘅嘞喎，你答應承大家即係係可以分嘅嘞喎，係嘛？係 F 樣分，唔係到時分手咯，唔同你拍喎，唔係嗰樣啊。OK， 嗱，記得分離啲咯喎。好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我哋嘅冬蔭表姐，係嘛？表妹啊，表姐咧。表姐啊，Thank you。求完婚之後，我都分埋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聰哥繼續留步嘅，麻煩阿聰哥咧為我哋頒獎。大家去旅行的骨力，我們領著